行什么代志？有录到他来，对对对对，他刚刚说 hello， 他走了，一来就来了，是，我们是我们催生，对对对。好，现在要去酋长岩三点，今年的第一次酋长岩。你要看我这台推车能不能上楼梯啊？没有人在拍，哟，站在那个上面。站很久了。好，前面一个大哥说他站一下午了，然后今天有交尾，但是他没有拍好，他没有拍到，来不及。这只是母的吧？这只感觉像母。哟，在。山头上一个白点。哦，这个也吗？在那边。对对对对对。那一只哎，那不是鸟，是羊吗？羊吗？鸟是羊吗？那只有准。对。现在我这边背光，拍我自己黑黑的。现在他站在那个山头上。哇，新欧啊。哎，可以，但我这边都有在录影，没关系，我不介意。哦，真的。对对对，好。不好意思，快上去。啊，真的啊！啊，我都在录影的。对。好可爱啊！头上应该还好。好，不介意，帮你拍吧。看得到吗？看。你看它瘦大了，瘦很大吗？对。你要追客。有没有看到？那是鸟啊！那是一只鸟。哦。那个右边那个三个解说牌，他有介绍。哦。王先生。鸟，那鸟它有放大哦，它的一只叫什么鸟？扭转，扭转的，扭转，扭转，扭转。是那个俗称的老鹰，不是，不是，它跟老鹰不同科。肚子是白色的，它一样都是。刚刚那个在天上飞的是老鹰吗？哎，刚才可能是，我也没看到，我刚来而已。那是白色的啊、哦，就是白色的，那个翅膀是，对，翅膀是灰，它比老鹰小一点。刚刚老鹰的灰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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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灰色。好，谢谢。谢谢啊。不会不会。好，现在几点几分？我手机。好，现在几点？忘记带手机了。这是公的，我这边在录影哦。对，不过没关系啊。对，这只是公的。那这只公的位置在什么位置？公的你就你看它到那个公的在到在那个岩壁黑暗黑的岩壁，就是暗的岩壁那边有石头上有一些。哦，它跑进去了。是
哦。跑到石头的最边边进去了，对不对？你要跑上去一点而已。跑上去一点点。公的要飞，公的有动作了、哦。公的准备要走了。公的准备了，他刚才有一只鸟飞过去，他本来想飞的，飞了。对啊，这是公的、啊，飞过来了。它停那边也停很久了，叫嘞。已经做过一次了、啊，那时候哎有机会，我两点来的时候刚做一次啊，两点的时候哦，一般我都比较晚才会拍到啊，我前几年都已经四五点了，对啊，这是你叫什么？
其实这时候公鸟光线很漂亮。在吃，在咬自己的脚。这个咬这个脚动作才是最近比较最大的动作。怎么紧张的起来？有点紧张的，公鸟的动作比较多一点。哎，快下山啦！卡吧哈，有啊。现在这只是，我现在在录影，所以我们稍后再看，我在上镜头。这是母鸟，在那边山顶上，有山顶人拍的。这是母鸟，然后公鸟是在这里，这里有的在动的，这边是公鸟。对，对对对。对对对对对对，有两只两只，它比的是公鸟，对对对对对。因为我刚好看到白点，那我确定是不是公鸟飞了。哦，就那只对啊，哇，公鸟对不对？哦，有声音有声音。它飞去跟母鸟在一起，它在交尾。哦，就交配。对，交配。这么快？中了中了中了，可以回家了。你看，我们一聊他就交配了。对啊。哎，李工，发生什么代志？这台有录到，对对对，他刚刚 say hello， 他走了。一来就来了，是不是？我们是催生，对对对。